约翰三书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亲爱的兄弟呀、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亲爱的兄弟呀、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不以此为足。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亲爱的兄弟呀、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迪米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。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盼望快快地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愿你平安，众位朋友都问你安。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。